你不才呀，完全把这个事情我一向多次反映，这个市公安市信访局里跟到区里都要给我改正这个问题，要接待我一直两个多人都是延长骗，根本不接待，把人的事情更不连接待都不接待。我对这个政府啊，我相当的蛮大的意见。我认为我身为守资人员，身为共产党人劳动模范，这个上班红手为人民奋斗了一生，如今到现在我心里特别气愤，对这个事情我希望政府一定要跟我改正这个问题，我要还我一个名声，我要讨个公道，讨个说法，是为什么这样。现在我呢再次到白金来，也向党中央反映这个情况，要联手跟我对我这个问题啊，我要还着重的跟我谈一下，连谈着不谈，你看现在政府写不写的，我对这个政府很大的意见。我所以我这是今天呢特地赶到白金来，再次往上京，我这希望两年跟我的牙姑娘跟我的三伙的写了一帮好消息的，每次发的时候我心里蛮感激。